为他生病，我现在必须带他去医院。就这样，头上戴着帽子，脸上挂着口罩，都无法遮掩张勋杰担心的眼神。那个让他记挂在心上的人，就是跟他一起合作新戏的林威君。林威君、张新杰在今年三月合拍新戏《神雕少女八家将》，其中两人有不少感情戏，戏里的感觉下戏抽看来也没停。林威君的香闺看来已经为了杰哥开了门。是不是你们有在交往中啊？哦，没有在交往。嘴巴上说没交往，但身体倒是挺诚实的。张勋杰不但能自由进出女生家，当天也是开着女生的车接林维君到医院。当女生一下车，走路一跛一跛的，看来之前虎头蜂造成的伤势到现在还没好。上个月底，林维君在穿鞋的时候不小心遭风蛰，让他至今不良于行。只不过当天到医院挂了号，不知为何还没看诊，林维君又上车离开。张勋杰送女方回家之后，大概是怕停留太久被说话，不到十分钟就开自己的车离开。谢谢你愿意爱我。是说林维君出道20年，戏是拍了不少，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是数不完的桃花绯闻。让我们仔细算算，例如言承旭、蓝正龙、昆达、欧定欣、刘子翰、林佑威、许绍洋、陶喆、姚元浩、林佑星等等，竹凡不及被宰。现在名单又多了张勋杰，只希望两个人能稳定走下去。